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颜美欣。关于乳癌这回事，其实身为女性的我们大家都应该要特别关注的，因为乳癌是全球的女性杀手，还是头号杀手那种。每一年呢都应该要做 body check up， 我自己本身就有了，当然肯定都有做埋预防的 check up 啦。但是平时在家的我呢都会在冲凉的时候做一些简单的按摩，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。因为始终即是了解身体的肯定是自己由自己开始先。如果你发觉有什么异象，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呢，其实第一时间真的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看的。咁同时间，如果睇紧嘅你又不幸地真系患上乳癌嘅话，美欣喺度话你听，除咗去听医生嘅话之外咧，其实真系唔使惊嘅，只要保持心情同埋心境愉快，一定可以将乳癌打败。